但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那各位如果不会念这个咒，至少念这三个字，各位跟他念嗡啊吽。比如说你进到寺庙来，他们一定有供水果，有供花，你不能说那是他们供的，不要这个观念。我们随喜上，哇，这盆花嗡啊吽全部供养到了。老实说在这边我不好意思，我自己在小小佛堂我都会比嗡啊吽嗡啊吽这样，我很喜欢比嗡啊吽。后来他们都得到了，这是这个动作很重要。修行不能修到，不要跟我讲话，我很酷，我正在念佛，不要跟我讲话，我不理你。那修行是很可怜的，修行就是要很热烈，要跟众生连在一起啊。所以我对上的动作这样，我对下更厉害。有一次我在台北在那边念老半天，哇、哦，对面有个人就以为我是神经病还是鸡桶。我在那边嗡嘛呤说啊，嗡嘛呤说，因为我要念六遍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我在窗户外面点嘛，对。后来再看看我，害我不好意思啊。好在他没有认出来是海涛法师啊。但是我想这样也不行，为了他我不比呢，多没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我只能说，每次我要开始念，看他不在，我就开始念啊。但是一定要让把佛法活起来。如果我在这边讲课，各位都睡着了，是我失败啊！不能激发各位的宗教情操，那不行啊！所以我想各位像老来子一样，你要让老爸老妈快乐，你要做小丑啊！你要超越自己，你不能有个性啊！你有你的个性习性，讲话这样。大家好，谁听得见呢？啊，有人真是如此，管你麦克风，我讲我的，你听你的，你走吧。啊，所以这样就没意思。修行是一手抓着众生，我要跟你连在一起，我要进入你的心，我抓着你的心脏，听我说，不让你乱跳。
你要抓住它，然后抓众生的心要干嘛？不是你的心跟他搞在一起啊，那就还俗了。啊，是把佛的心硬把你塞进去，这样了解吗？啊，把佛的心塞到你那边，一边抓这边，一边抓这边，这个叫合掌。这只手代表佛，这只手代表众生，合掌的意义很厉害的。啊，合为一体，十法界众生合为一体。啊，而且合为一体，这个空性、菩提心、大悲心合为一体。我想各位佛教讲了这么千般万论、千经万论，目的就是这个。啊，念佛的菩提心，念法的这种空性，但讲空不能够离开因果。空是万事万物，刚才讲了，你都清楚了解连结，却知道它只是一个组合体。所以越讲空性，越关系到众生。如果你念佛，关起门来念佛，那你不了解什么叫空性。啊，空性是大悲心的本体而已。所以空性的展现就是绝对平衡的慈悲，这样而已。而且对万事万物没有爱没有恨的慈悲。所以没有爱我干嘛跟他讲话啊？所以有爱你就不能跟他讲话，各位女人记住啊，你有爱你想跟他讲话你就跳下去了，对不对？你要避免跟他讲话可以了，但是唯有慈悲心，所以那要跟他们融为一体啊。那这个叫空性，那这两个你都圆满了，那就是成佛了嘛。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去极乐世界，目的就是要也让我们修这个念佛、念法、念身，那参访诸佛，如何赶快点证得空性，不退菩提。目的叫你赶快回来这个娑婆世界，赶快到地狱去度众生，恶鬼道去度众生，不是堕落地狱，而是趁愿而去。所以地藏王菩萨有六地藏，观音菩萨有六观音，为什么？代表他们在六道里面。要让自己有能力是如此，所以各位移民到温哥华，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也麻烦呢，一半的时间呢，去住在贫穷的地方，这才公平一点。你到贫穷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在温哥华也买一个房子。温哥华叫上求佛道，目的呢是要去贫穷的地方下化众生。啊，如果你舍弃贫穷的地方，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你的下辈子你修得很努力。我看升天已经不错了，你不可能去净土，那因为你舍弃众生，那如果舍弃众生，那跟阿弥陀佛的心不相应，那当然人要接触一切，健康也没关系，生病也没关系，有钱也没关系，没钱也可以过，你要养成这个习惯，要让自己呢随顺因缘，所以我们所谓行菩萨道呢，就是你要去接触各种众生苦，你不能逃避。逃避，我到监狱住三个礼拜，我到贫民窟住三个礼拜，我去感受那孤儿院三个礼拜。你要让自己的生命经验很强烈的不离开众生，因为你离开众生，舍弃众生，佛法对你没有用处啊，因为佛法是救众生的，这样。所以你把佛法来个人的解脱，那这个那佛陀就觉得很浪费了，啊！佛唯一成佛是希望众生成佛，希望众生离苦。那当然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有一点喜欢去接触众生，去串门子，啊！那西方社会是一人一动，你不要侵犯我，免得我拿枪打死你，啊！但是现在你要改变了。我们学佛了，你不能被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习俗卡住了，对不对？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接近他们，让他们信任你而接近他们啊，慢慢的去融入。这也是我的师父每天的跑跑跑，不要停，不要停。你已经了解佛法的知见了，那这个知见你不去实践，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空性跟悲心。坐在大殿里面念佛是可以的，那可以修于专心，但是你要去屠宰场念佛才知道悲心念佛佛号的重要。所以我想读佛经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你走到哪里，像你做了一次十供养，
那你这个功德很大，你走到哪里啊，把这个功德布施出去，对对，虚空嗡啊吽，照到太阳，看到云的都得到这个功德，看到大海嗡啊吽，很多观光客跑到加拿大来看景，希望看到你的功德。啊，明天过几天，我们吉米要带我们去极光，我去看极光，把功德供养极光，所有去看极光的都得到我们大家的功德啊力量，那这样就没有浪费了，对吧？啊，不然我想说，哎，你们去好了，我在这边看书都好，啊，那是要去融入，因为很多人愿意去看极光哦。原来看极光还要有钱人才可以，有一点福报啊，有福报，但是愿他去看极光，我踏到那个雪的时候，都得到我们的功德。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车子变成一个极乐世界，啊，当你车子在动的时候，它就散发的功德力。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变阿弥陀佛，这个要很习惯。像各位在看我面对各位，如果我在觉得我这个海涛在让你看，我就会觉得就像个女人一样，各位在欣赏我干嘛？但是我不能有那个想法，我坐在上面我就必须承担佛的力量，佛的身口意，我念阿弥陀佛，我是阿弥陀佛的身口意，愿别人看到我像佛的力量一样，并不是我有佛的力量，而是你对佛有信心，佛看到你，你发这个信心跟愿力，看到我就得到佛的力量，听到我声音得到佛的力量，想到我得到佛的力量，嗡阿吽就这个意思。身口意，身是佛，口是佛，意是佛，叫嗡阿吽。啊，透过佛的加持，所以这些花这些变成无量无边的加持，所以现在花变成佛，这些灯变成佛，啊，水变成佛，食物变成佛。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杯水米啊，然后这个水米就变成佛的力量，让他们念一下：吃即解脱，喝即解脱，闻即解脱。等一下我们除了佛前本来有供香，等一下我们会点三支香放在门口，让他们闻即解脱。啊，拜佛是在拜众生的佛性，我把这个香供养这些众生，众生哎呀很高兴啊，您拜佛的来拜我啊，让他们升起这个欢喜。所以各位念一下来：恒顺众生，我们对佛菩萨所做的都是要来恭敬众生的啊。我们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钱，买了一栋房子，就是希望你所爱的父母能够来住一下嘛，对不对？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所以我想佛不需要你供养，但是佛是希望你供养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这样而已啦。这就是这个咒的意思啦。好，那各位请翻到21页，发一下水米。记住，上供完以后，记得一定要下施。上供是对佛的信心、菩提心，下施才是对众生的悲心，这两个要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用一杯水米、七颗米、一杯水来做蒙山施食、甘露施食。但是事实上呢，蒙山施食不是出家人的专利，是所有佛弟子的义务责任。佛陀说了，如果你家里有在学佛拜佛而不施食给众生，那你非佛弟子。佛在经典写得很清楚啊，不是佛的弟子，因为你没有按照佛的慈悲去修行啊。所以那如果加拿大都没出家人，那加拿大鬼不是死了啊？不是那个意思，是所有佛弟子不分在家出家，皆应施食几颗米，一点点水，如果能够点一支香就点一支香啊。像我前面有一个饭菜，如果你能有一碗饭菜多好。我觉得加拿大各位，如果你家门口有一个小小花园，那边不会干扰到别人，你每天简单的做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那些小小的鸟啊、松鼠啊，对不对？就像昨天我看到浣熊，哇，好大一只啊！所以今天买多一点，
请我们摄影师摄影机拍的，准备来吧，啊，给他拍下来。你们或许觉得那看太多了，我们很新鲜的。回去可以看到，你们动物园看的，我们那边看得见，就在花园里面，啊，什么都有哎。好，皮脚护身真言啊，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你经常到任何地方啊，就像各位天气凉，你要记得穿衣服，免得感冒。同样的，你要去利益众生助念，你要去看病人，你要打坐修行，你一定要有护法保护你。所以念这个披甲护身真言，你旁边就有七道彩虹保护你啊，不但保护你，外面还有一个盔甲，所以叫披甲护身。这个盔甲像韦陀菩萨一样啊，所以倒数第二行有写，第四行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为了你要下地狱，为了你要去恶鬼道，你要保护自己，对不对？你今天要去救火，你一定要把救火队的衣服穿好，进到里面才可以把那个老人救出来啊！是为了慈悲而念的，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愿皆披，不是光你自己。当你一念的时候，他也可以得到加持，不要再被火烧了。愿皆披上大慈悲庄严甲胄，是穿了这么庄严，不是要打仗，是为了慈悲的。所以光耀威武，如韦陀菩萨。速令离诸障难，正得四出世间殊胜成就，所以他就离开他的障碍、痛苦、三恶道，他们也脱离三恶道，而且往生净土。所以要念咒五遍，然后加持五个地方：额头、右肩、左肩、心、喉咙。嗡法吉拉咕哩嘟巴迪帕达亚梭哈。一开始你不熟，但是你念呢，每天做了两个礼拜，你自然就背下来了。就很简单啦、啊。那以后各位你要进到佛堂，一下车或在车上，你就把这些都念完了。嗡苏巴修拉萨瓦达玛苏巴嗡达那格达多嗡贝多玛嗡法吉拉嗡法吉拉古里多玛里巴达，你已经熟了啊。然后呢，念念的时候，然后就又请诸佛菩萨加持啊。所以，而且你要帮助六道众生，你来拜佛，哪怕一个人来拜佛。像我很喜欢一个人到寺庙，没有人。所以我师父说，我整个寺庙都你一个人在用，我在家就这样，我在家都等着我师父的寺庙没人，我就在那边独享功德，因为很安静，拜佛看经典，然后等着他们做网课这样那时候自己也可以看很多经典很容易融入，又可以一起做网课。我特别喜欢做早课网课，为什么？如果为了自己也要出家，然后不得不做早课晚课，那又有压力。因为我们去做早课晚课的时候，是念给众生听哎，那严重，大悲咒四小咒，晚上88佛哇，阿弥陀经放蒙山，我们去参加，所以呢就可以给很多众生得到利益念给他们。所以你来代表，就像你做妈妈的，我想你来佛堂拜佛都是拜给你先生、你儿子的，对不对？因为你爱他们嘛，所以你会坚持的。他们不拜，我更要拜。那我们行慈悲心的人是为众生拜，所以我这一次为了来温哥华，我做了很多功课的嘞，做了很多资粮的，然后呢，捐了很多钱的，然后才进来。竟然又继续努力愿所有的功德都放在这边，那才来报恩嘛。下回要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不对？搞不好你死了，搞不好我死了。所以各位要每次都很尽力就好了，不要保留很尽力就好了。那各位要每次你要去见一个人，你要去做一件事情，都变成修行，了解吗？开车是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像我这个可怜的不会开车，冒着生命危险坐别人的车，对不对？把生命交在对方手上我每次，所以我不念也不行这下要死了但是既然念不是为自己念我怕死，所有开车人都怕死，所有开车的老妈妈在家里都担心她儿子死所以开车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为所有人在念。我常想说，我念到一半突然啪死了，我看那时候我也直接去净土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
为大家而念，啊，如果我撞死了，那一定是替别人车祸，那我生命就有意义了嘛。就算死也会死得有意义，而不是一种我们海涛法师业障现前，那多没意义呢。因为我的心转变了，就不是业障现前。所以我会把这个前行都念一遍，啊，上供下施。所以我们在车上永远，我也劝各位学我们呢，车上一定要有一瓶水，一点点水，窗户打开，嗡啊嗡嗡啊嗡，对不对？然后呢，车上有一点点米，嗡啊嗡嗡啊嗡啊嗡。啊，所以我在台湾的车上面还有两个插香的地方，还可以冒烟呢，点香冒烟。每次停到红绿灯旁边，车上哔哔，你们车上有火灾。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就给他贴个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至少他知道这是佛教的。啊，但是还是有几个好心人骑摩托车，你们车上冒烟，啊，但是我说你有福报，这样。啊，没有，我说我们在点香哦，师父啊，对对，没问题。但是各位，因为你要把开车当作道场，对不对？坐车当作道场，坐飞机、坐火车，免得各位要从温哥华要坐回北京，温哥华坐回台湾，浪费时间。这十几个钟头，我可以念多少经啊？可以做多少功德啊？啊，这个飞机飞到哪里，功德都到哪里，整部飞机都变成佛的力量，那就。如果你要保持菩提心，而且这个菩提心、大悲心不能冷却掉，我在这边强调，你今天修了一整天菩提心、大悲心，结果明天又冷了，那从头要起来要起火多困难呢？啊，所以各位，那你只好把任何一个行住坐卧都是在上供下施的。就像很多人问我说：“那师父你在飞机上怎么点香？”点香，我身体就是香味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烟供，我在呼吸就在做烟供了，啊，我刚刚吃的饭叫吃下去叫上供，沉下去叫下施，所以然后我也在做啊，我随时在上供下施啊。当然坐飞机，我的飞机座位旁边一定会撒一些米饭，下飞机不好意思了，啊，但是希望帮我清理到了这些，得到功德，这样啊。啊，但是你要布施啊，想尽办法。好，所以我们要开始24页。我每次来，如果你有参加，我都有带各位念。然后呢，还是很期望大家每天都做一遍，好不好啊？老师说至少要做3遍。只要你要吃早餐、中餐、午餐，你就应该要做一遍。一杯水，7颗米，前面都不会念，至少这三个字再念一次：嗡啊吽。然后就拿出去了，嗡嘛呢呗咪吽，交给观音菩萨布施了，交给阿弥陀佛布施了。那至少你每天都这样，你会发觉忧郁症不见了，心情好起来了。啊，慈悲心是超越烦恼最快的方法。啊，慈悲心是进入无我空性最快的方法，慈悲心是成就菩提心最好的方法。那你就记得每天都这样去慈悲。如果你家后花园不会干扰别人，点一支香，哎呀，多好！啊，香，你闻到那个香味，你的菩提心就起来。哦呦，布施呢，布施呢，所以那支香可以撑3个钟头呢，你就有3个钟头的慈悲心。啊，这样最好。好，24页，所以不分在家出家哦。佛经说，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小朋友做最好。因为小朋友没有众生会怕他，特别现在这个世界死亡小孩、堕胎小孩特别多啊，童男童女的力量特别大啊，所以各位下辈子发愿生下来就做童男童女，一辈子不结婚好不好？那你永远有这个力量，有结婚跟没结婚的那功德差很多的啊，所以下辈子来不结婚，从小就修行出家，对不对？你就有这种童男童女的力量，及诸人天意欲受持这个方便，为了成佛，为了利益众生，这个方法叫方便法。因需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很多人念到这边，哦，这个不能念，要把恶鬼神通通请到我家来。这个我不念，那你这个人太我执了，太自私了。你越对他好，他永远保护你。啊，
所以很少有狗会去咬主人的。而且你对他布施，你想恶鬼升天，他成为你的大护法。你放心好了，你越布施，你就有无量的护法保护你。就算恶鬼来了，他们保护着你，叫他们排队，给他们一个一个，绝对不会伤害到你，所以你才会居家安乐，无病无苦。恶鬼不敢连看你一眼都不敢看，施食的人叫无量威德，你的身体像梵天上帝一样，没有恶鬼罗刹会欺负你。那谁欺负你？你自己欺负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这种心念业障，就是在找你麻烦啊！因为你的悲心不够啊，忏悔心不够啊，那往往冤亲债主就得不到啊，他找你麻烦。好，一个人本来断手断脚，身体被火烧啊，一的想要自杀啊，结果你现在让他手脚完全恢复，皮肤都恢复，哎呦，他会跪着跟你磕头啊，啊！但是最好各位呢，能够修三昧耶戒。三昧耶戒是一种誓言戒，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为了度我的母亲，我要发广大愿，六道离苦，我乃成佛，为我母亲发愿，永不退转，这个叫三昧耶戒。观音菩萨说，若有一众生在受苦，我不称佛，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但示现成跟众生同苦的普门示现，那为了要让六道众生都离苦，所以这些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受三昧耶戒。那三昧耶戒最重要的是一种誓愿，永远不离菩提心，宁可死也不离菩提心，宁可死也不起嗔恨心啊，宁可死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今天你杀我砍我偷我钱都要度你，我不舍弃你。所以宁可死亡堕落地狱，也不要离开空性啊的思维。所以这个三昧耶戒是佛教最高的，叫四缘戒，这也是密乘叫金刚乘。他们有时候比较骄傲，是因为他们守三昧耶戒这样了。那他们在吃肉，你问他为什么吃肉，我是以三昧耶戒吃他，吃了就是要承担他的苦，超度他，你要给他合掌啊，谢谢你超度啊。啊，但是呢，如果他受伤，他以这个爱染心去吃肉，他就他要下地狱。所以各位，你不是他，我们也不要批评他。啊，因为日本法师、日本和尚，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喝酒？三昧耶。你为什么要结婚？度他，生一个菩萨儿子做菩萨。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戒律吧。所以，但是他至少懂这个意思。他做不到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同情，但是他至少还有这个心吧，就是做不到才要念嗡三昧耶，要多换。那诸佛菩萨以这个持三昧耶戒的功德，就回向给这些六道众生，所以他们就脱离地狱道、鬼道，各个相好庄严，嗡三昧耶，要多换，那这个意思。好，第九，他们现在个个都是佛菩萨的金刚身口意，现在我们要对他供养了，各位这个不是我布施给你吃，因为我是供养你们，所以辨识咒你供佛也是念这个咒的，供天神也是念这个咒的啊。那么少啊，当他一读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吽，那我们要念三遍。那各位如果有时间念七遍最好，观想第一遍诸佛，第二遍天道人道阿修，通通都供养到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念三遍，但是念三遍你要知道，一颗米变七颗，七颗变四十九，四十九变无量无边，变满阎浮提，对吧？看得见的地方都变满甘露，而且不是一个众生得到一点点甘露去分，而是每一个众生都独得你所观想出来的甘露。所以希望各位，你只要经过食品店啊、百货公司啊，你这个修行人脑筋不能呆呆的、笨笨的、白白的。你看里面充满了最好吃的，因为你去看到那家店，哇，好好吃啊！观想过来，啊，到我到西方国家来，我就观想咖啡啊、牛奶、巧克力、面包，对不对？他不可能吃我们的臭豆腐，啊！但是你要把这个味道你都观想进来，最美的衣服、最好的家具，所以你要度西方人叫观想，哦，这栋5000万加币的别墅，嗡啊嗡，
他就进来了。最好吃的，所以一个修行人，如果你要修大乘，他是非常丰富的。他什么经典，会唱歌，会跳舞，做过荧光星，做过总统，很丰富的。这个丰富是为了布施给众生。所以你在念辨识咒的时候，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天人在吃的，通通供养他。所以把普通的食物变成天人的甘露去供养他们，就是这个辨识咒。所以我强调的比较久，希望各位要会背，因为佛陀说背这个咒保证成佛，太慈悲了。而且你会念这个咒29页，受者的利益，他们具足饮食，第二恶鬼升天，仙人都圆满吉祥，念布施的人得到十种功德。世间你要求就这十样啊，不落的山头，有钱，外表庄严，诸佛菩萨意念你啊，护持你将来往生净土。所以辨识咒有太多的利益。甘露水真言底下又念了16种功德，29页下面长寿，外表漂亮，气力充盛，心肠欢解，一直到往生净土，乃至所生之土世界震动。那各位回去你自己看一下，但是各位你既然看，这是佛经里面写的，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以后变成要有悲心，把这个咒，这个世间水那么多，只要有水，下雨也好，都会念这个咒，让这个水能够变成甘露。那么说都不会，但他也都会打这种，说了说了不能说，不能说，少不喝。那法门无量誓愿学，只要为了帮助众生啊，好。今天我们正是在佛堂，所以呢圆满了各项的功德，所以除了他们得到施食要供，也愿所有众生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包括天神护法神，包括我们自己，也观想包括我们的父母祖先，家中老小，都希望他们早一点能够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所以71页皈依，下面来，诸佛子汝等不闻三宝，不知皈依，所以轮回三有，堕众生身。我今为汝授予三皈依法，如今替定诸佛子等。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啊！当你在看到大海的时候，你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声音大小无所谓，悲心才是力量啊！你想到大海的所有的鱼虾、螃蟹啊，这些带壳的，全部都听得到。你想到虚空的鸟，你想到土地上面的人跟非人小动物，你要这样观想。你想到地狱，地狱就听到三皈。所以我们为什么法师偶尔还要敲这个，就是把你念佛诵经持咒皈的力量融入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啊，包括无间地狱，敲钟，铿，钟上面还写着经文，钟的声音又把所有的经文咒语的力量带给这种无间地狱，所有地狱，所有恶鬼道的意思，让他们听得见敲木鱼，敲引磬。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啊，可以敲木鱼，你就买一个木鱼；可以敲引磬，就买一个引磬啊，因为你这一敲，他们的痛苦通通都停止。所以各位要相信，而且有这个福报去做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法器是你们出家人敲，我们在家人不要敲，不是那个意思。佛没有这么说啦，佛是说你只要有信心，甚至你就可以应该多敲木鱼，敲木鱼啊，敲木鱼。你老公喜欢吃鱼，你一定要多敲木鱼啊，超度。你附近有海鲜店，你走过就哐哐哐哐哐哐这样啊，敲木鱼，超度这些鱼。这个是三宝受记的，敲木鱼，鱼得超度，不容易。升起嗔恨心，敲骨。你老公喜欢吃牛肉、羊肉、猪肉，那你要买一个骨敲啊，小小都没关系啊，但是你有悲心，那个骨就变成超度他的力量。所以你儿子喜欢打电脑、打电动玩具，你就要敲引磬啊，锵，电脑就断电。电脑不会有问题，是他脑筋会转变啊，他就会开发智慧，就会醒觉过来，就是敲大磬、敲小磬这样醒觉过来啊。那这些法器，各位你要相信。所以在佛陀的时代，有一次佛陀叫一个阿罗汉去
某某居士要做一个钟供养佛陀，要坐船出去啊。那位阿罗汉就把这个钟放在船上，大家帮忙。那时候他想说，这个快到了，那我在大河里面敲一下，试试这个声音嘛。反正没人听到嘛。当他吭一敲的时候，海中有一只千百万年的千头鱼马上冒出来。为什么？这一只千头鱼啊，它上面有一千个头，但是上面有一个转轮刀，它伸出来的头就一直断掉，它很痛苦，它很想死掉，它没办法，天天被断头。但是这一位阿罗汉在吭的时候，他居然那个轮子不转了，他不被砍了，所以他就浮到水面，师父啊，慈悲啊，多敲啊，让我不要再被断头的痛苦啊。然后阿罗汉说，好好好，我回到金色吊起来，我跟佛陀报告这个事情啊，让佛陀让大家知道，我们每天敲都会想到你这样。结果这个阿罗汉回到金色就问佛陀，为什么那只有一只千头鱼呢？那佛陀说了，那只鱼以前是个坏国王啊，虐待老百姓啊，因为老百姓为他千百人帮他盖房子盖什么，死了很多啊。结果呢，他害死多少老百姓呢？他就要断几次头啊，而且他要轮回几百劫这样断头啊。好在听到你敲这个钟的声音呢、啊，他那个痛苦停止了。哇，大家就，而且这个钟还有什么好处呢？你老公邪知邪见骂佛教，你要替他多敲，因为很多人来找佛陀辩论嘛，对不对？那佛陀说没关系，你要找我先敲一下钟，我等一下就跟你见面。结果一敲，他就发菩提心了，干脆出家。所以敲钟可以断邪见，断烦恼，那超度他们这生生地狱的痛苦。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那你就去买一个大钟、小铃都可以啊，对不对？啊，只要你敲小声也可以，但至少每天敲一下。特别在这温哥华三更半夜，吭啊，然后大家都好睡觉了，没有人吵你啊，乌漆嘛黑哦。我跟你讲，你以为白天很漂亮，晚上都是鬼，这没办法的事情啊。到了乌漆嘛黑，那些孤魂野鬼、老鬼、原住民，通通跑出来了。我们人类是用化妆，以为没有，对不对？事实上那些众生很苦，而且现在人类杀业太强，所以各位，你敲的时候还要讲地狱离苦，恶鬼升天，动物超度，你要这样念了 啊敲一下，锵，南无观音菩萨，锵，南无地藏王菩萨。所以后来干脆就把所有佛号咒语刻在上面了啊，像我这个七百多年里面有所有的重要的佛教的超度的符号在这里面。所以刚刚拜托我们赞严法师去布施烟供啊，消灾拔度，顺便给他这样让他们念一下文集解脱啊。所以我想念珠也好了，法器也好了，就用越久功德越大。现在这七百多年，他多少的法师上师用过，那我再摸一摸就够了，对不对？所以人家叫法师加持我一下，我用这个碰他头，这个才有价值，这个人不见得有价值啊，这个不得了价值啊。所以我在这边讲，下回我就被偷走了，我已经被偷过两次了。所以但是不讲又不好意思，讲了又被偷走啊。但是偷的人是有缘，不然他拿不走的，对不对？有缘欠他就要还债，但是被偷走，别人又送新的给我，原来如此，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现在为他们念三皈依，希望所有众生都可以皈依三宝，一个黑暗的人生看到一个光明的路，多好啊！这个叫皈依啊，终于知道如何改变命运，如何离苦。所以佛教不要跟任何宗教冲突，佛教只是把任何的授权给你自己，你的命运掌控在你的心态跟行为这样而已啊。神是存在的，神可以照顾你，但是佛呢，佛是引导你走路，你要升天也好，你要下地狱随便你，你要去净土成佛也好，佛是把这个方法给我们。
人在头痛不跟宗教了，只要这个药吃了对身体好，不会生病，这个就是药真理。那佛法僧三宝是众生离苦得乐的依归啊，依靠，希望众生都能够确实的归三宝，归佛净。这句话我必须强调，很多人说师父我是三宝弟子，我从来没看过你在学佛啊。有啊，我拜的要死，你拜身体没用啊，你心里有没有在学佛啊？啊，你心里有没有在克制你的欲望、生气、嫉妒、骂人呢？啊，你心里有没有真实在慈悲啊？这个才叫学佛。皈法，皈就是用你整个生命来依止佛法僧三宝，那你生命就离苦。不能把佛教当作我只是个信仰啊，依靠依靠，然后没有在修行。所以修行你叫你看佛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六方礼经各位最好看，太太如何对待先生，老板如何对待职员啊，先生如何对待太太，然后这些你都要按照这样去做，你不按照这样去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不行了。所以念下来，只有佛法没有想法，千万不要说我想，不用想了，佛怎么说就做了。啊，我想你想，大家冲突啊。所以佛陀怎么说，那我们就怎么做。公司职员啊，老百姓对待国家领导在怎么做，这些都佛都已经给我们安排最好的路嘛。所以以佛为师，以法为道路，皈法，按照以僧伽为善友，这些真正的修行人，那。他做模范给我们看，他引导我们的最好的路啊！所以愿大家这样来，不但自己皈依，念一下发菩提心，当愿众生皈依三宝。所以下回人家问你，你移民去温哥华干嘛？度众生。我去替他们念佛，皈依三宝，希望温哥华、加拿大、北美、中美、南美各个都皈依三宝啊！愿他们将来离苦得乐，也种下一个离苦得乐的因，因为你活在那边。老实说，各位回到温哥华来是来报恩的，因为你过去的父母儿女祖先在这边，所以你才会回来。啊，你不信吗？你问问看就知道，你自己不好背啊。原来隔壁那个是老妈，怪不得我住在那隔壁。啊，原来老公是爸爸，怪不得又嫁给他。啊，因为我们有世间的执着，原来儿子是老公，哎呀，小老公你好，啊，所以那邻居左，原来狗是独生子，天哪，抱着他哭，啊，所以你住的那个土地，就是你过去祖先留下来的，只是现在换来，还是在你手上，所以这个老土地公就是你的老祖先，现在还在那边做土地公。啊，那各位你要了解，佛讲的是100%，所以你见到一个人，他请你吃一顿饭，你去这个餐厅都是有缘，没有缘碰不到面。但是你现在不能跟他讲话，因为他有他的信仰，你也不能跟他。但是你要念一下，以心传心，对你用你的悲心念佛持咒回向给他，他就得到了。不管他的皮肤是黑色的、白色的，认识你不认识你，犹太教、回教、天主教，通通有佛性，这样就好了。啊，通通有缘，你回向给他。这个人死很久了，一个牌位，轰啊轰，跟他结缘。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有牌位，就会跟他结缘，结缘。啊，因为回向给他，哪怕他在天上，他得到更大的功德，他生做人，他就最近心情好、健康，因为你回向给他。他就跟你结缘，啊，然后他做生意也跟你结缘，做什么都跟你结善缘，所以学佛大乘佛教念一下，广结善缘，广结众生缘，广结孤魂缘，啊，不要讲到孤魂就不结缘了，啊，你走到哪里树下顺便都要结缘，像我坐飞机，那么波波滴滴切利多利多，跟我来温哥华吧。啊，温哥华听说不错哦，来哦，对不对？然后飞机上每一个人，从开飞机的到服务小姐，到
同样的这些客人，大家的身上的冤亲债主，我帮你超度；往生者，我帮你超度，我帮你回向。那我坐飞机就没浪费钱了，没浪费时间了，飞机飞到哪里，功德做到哪里。所以要让自己的心保持不间断的慈悲，这个叫三昧业界，三昧业啊，因为你的呼吸都是在都在意念三宝，在慈悲，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以这样来皈依三宝，好不好啊？大家都皈依过了，但是现在我们为众生皈依，带众生皈依，而且从今天开始做什么事情，所以各位一定要看佛经，佛怎么说，你不要再怪对方，佛怎么说你就按照这样去做，不会有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末法时期以经典做根据，以戒律做依靠，保证你没问题。你千万不要说海涛法师说什么，那个法师说什么，两个还冲突啊？因为什么？你看经典没有问题，法师讲的内容不分法师上师，脱离经典那你就不要听啊。经典说要吃素，就是要吃素啊，不是我信不一样的派别就可以吃肉，就这个意思。所以按照佛经不会有错啊。所以经典说可以吃葱蒜，对不起，我拜那个就可以吃葱蒜啊，你们这边啰嗦了，不能吃葱蒜，我不来了啊。那你不了解什么是佛法了。佛陀说啊，法师所讲的，上师所讲的，都要符合佛陀说才叫佛法，有没有道理？那这样你就不会迷了，依法不依人啊，千万不要迷了。所以而且人会变的，所以上回有一位他们跑来找我哭，哭师父，哭为什么我师父还俗了怎么办？师父还俗跟你有什么关系？一指佛陀又不是一指师父，对不对？那是这个，因为法师给你的是法，又不是这个人啊。但是他还俗，我们祝福他就好了啊。那这个法还是你要抓住啊。所以，那各位，如果你是按照佛法，就没有问题。那当然，法师你要去亲近他，可以。尊敬每一个法师那是应该的，不分他是南传北传这样，但是这个法师身上的法才是我们依止的对象，不是那个人啊。那这样你就不会错掉法师在实践这个法。所以是小儿科医生，我带儿子，因为他是小儿科医生，所以我去带儿子去看嘛。所以是因为他对小孩子能够除病苦，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真理比较重要。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渔船上的一家人，阿栋以捕鱼为生。他一天之中有大半时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只有到了傍晚才会靠岸回家。在船上度过的这些时间，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小皮。小皮，你又发现什么东西了吗？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小狐狸，我们得赶快过去救它，否则它会被淹死的。果然是只小狐狸，小家伙，如果不是小皮看见你，再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沉下去了。小皮，一旁待着，不要伤害他。小皮，给我回到船舱里去。小家伙，好了，没事了，吃点东西吧。
吃啊，小家伙，你怎么不吃呢？吃吧，不要害怕。看来他太小了，还吃不了硬的食物。来，小家伙，喝点牛奶吧。小家伙，慢慢喝，不要着急嘛。对了，我再拿些饼干给你吃吧。小狐狸实在太累了，它吃饱喝足后便不顾一切地蜷起尾巴在船板上睡着了。小皮，不能伤害它的。这个小家伙看起来还挺俊俏的嘛。小家伙，靠岸了，你回家去吧。小家伙怎么了？这里不是你的家吗？小皮，你皮痒了哦，叫你不要一直欺负他，你都不听哦。以后他就是你的朋友，知道吗？小家伙，你的名字就叫丹丹吧，从今天起，你和小皮一样，都是我们家的成员。就这样，小狐狸丹丹被阿栋带回家，并且被安排白天和小皮一起吃饭生活，晚上在一起睡觉。渐渐的，他们竟然成为了朋友。小皮，丹丹，我们该去捕鱼了。好了，我们走了。阿栋，你现在又要出去捕鱼吗？是啊，今天天气不错，我想一定会收获不少的。阿栋，你的这只小狐狸最近长大很多哦，你不会一直想养着它吧？它不愿意离开，我也只能养着它。阿栋，狐狸的家是在森林里，对于那里，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你还是尽早让它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吧。嗯，你说的有道理的。丹丹，你跑慢点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小皮，来追我，在这里你绝对追不上我的。丹丹，好了，你都把我给绕晕了，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进森林就会跑得那么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森林我就感觉像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直想要发泄出来似的。是啊，丹丹是属于森林的，森林才是他真正的家。然而，小狐狸丹丹似乎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白天和小狗小皮跟着阿栋开船捕鱼，傍晚回到岸上尽情地玩耍。诶，丹丹跑去哪里了？怎么回来后一直没看到他？哎呀，丹丹不会是去袭击邻居家的鸭子了吧？赶快给我回家！你们这些贪嘴的家伙。大兴，赶快帮我把鸭子赶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啊？别提了，今天带头鸭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看就要到家了，他却把鸭群搞得一团糟。原来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我家的丹丹惊吓到你家的鸭子了呢。要是你家丹丹在这里的话，那就好了。你知道吗？丹丹驱赶鸭子很有一套呢。什么？丹丹会赶鸭子？太好了，丹丹来了。丹丹，你要干什么？不要伤害那只鸭子。阿东，你不要紧张，丹丹这是在帮我赶鸭子呢。上次他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也着实吓了我一跳。骑在带头鸭身上的丹丹操纵着方向，用毛茸茸的尾巴拍打着鸭屁股，催着带头鸭往前跑。其他的鸭子似乎也怕被丹丹骑着，他们一窝蜂地跟着跑回家去了。哎呀，真没想到丹丹竟然还会这招。当然啦，这可是狐狸与生俱来的绝招，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偷鸡盗羊的。随着丹丹一天天的长大了，他狐狸的本能已经开始萌发出来。阿东，万一有一天他身上的野性完全恢复了，那他可不能留在村子里了。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他不愿意离开我。
或许真的要让丹丹独自生活了。这一天，阿栋驾着船，带着小狐狸丹丹，朝曾经发现他的那片荒野的树林开去。小皮，听话，这些食物是我为丹丹准备的。丹丹，出来吃饭了。丹丹，快吃吧。丹丹，你长大了，已经能吃比较硬的食物了。吃饱后，你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了。丹丹，这就是发现你的地方，我想你的家就在这周围。丹丹，你现在长大了，该回家了。丹丹看到眼前的这片山林不停地退缩着，他怀恋山林，但又害怕山林。山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意味着饥饿、危险和死亡。丹丹，走，我们一起上岸吧。小皮，你就留在船上吧。找到感觉了，它终究是属于山林的。去吧，丹丹，回到属于你真正的家吧。小皮，我们走吧。小皮，别叫了，丹丹不会跟我们走了，他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家。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但是丹丹和你不一样，他属于山林的。自从丹丹离开之后，小皮显得非常失落。每天跟阿栋驾船捕鱼的时候，总会站在船头看着远处河岸的那处山林。小皮，要不我们过去找找丹丹。丹丹，我们给你带食物来了，快吃吧。一人一狗一狐，在此时此刻显得非常温馨美满的啊。Thank you.